新二代嗯哼是杜江和霍思燕的儿子，个性开朗活泼，又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让他随着爸妈上每个节目都受到关注。13日和妈妈一起现身机场时，被发现已经长高了不少。嗯哼，13日随着霍思燕现身机场，格子衬衫搭配大红色裤子，走路的时候一手牵妈妈，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，看起来气势十足。另外，网友们也发现，即使霍思燕穿着高跟鞋，嗯哼的身高仍然到她的腰部，确实长高了不少。其中一张坐在行李箱上的影片更显长腿，长大以后的身材比例更是叫人期待。自从嗯哼参加了《爸爸去哪儿》第5季后，随着节目的播出，嗯哼也走进了网友的视线中。这个孩子聪明伶俐，脑瓜子特别好使，金句不断，真是教育得很好。嗯哼大王本名杜雨琦，前几年参加《爸爸回来了》，大家就知道这个小可爱了。今年嗯哼大王又与爸爸参加了《爸爸去哪儿5》，不仅是个金句大王，还是个小吃汉。在节目的前期每天觊觎小泡芙的美色，在后期的时候嗯哼就转移喜欢小山竹了，真是很有趣了。